哒哒哒哒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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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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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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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心疼钱包啊，请随便看看吧。
是花了。
呀，小家伙，我就知道能在这里见到你。这么久不见，第一句就是这个吗？真叫人伤心。身为公司的我啊，可是常常坐在神医树下为你的旅途祈福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心中已经有了兼具智慧与美貌的别的大人了吧？我给你的玉手你也早就丢掉了吧？哎呀哎呀，我果然只是你旅途中的一位普通过客。哎呀哎呀，神子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不动一动旅行者就不舒服。谁让他是那枚最亮眼的玉神签呢？不翻开看看，让人怎么睡得好觉？话说回来，这次我又发现了一枚有趣的玉神签，你们应该也听说了吧？这个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，好像是跟一只狗有关呢。我立刻就想到了，那该不会是指那位木漏茶室的老板太郎丸吧？太郎丸？哦，太郎丸的身手好像确实很厉害，难道战争时期是他在拯救小动物吗？很有可能吧。茶室老板下班后立刻换装赶往战场拯救生命，多么有趣的新小说主角呀。照这样想，他所救下来的就只是些小动物吗？我只是在胡乱猜测了，小家伙，你知道的，我最喜欢这些事了。真期待这枚玉神签翻开来写的会是什么呢？你好啊，有什么想演奏的曲子吗？哦，你完成了清单上的内容吗？请交给我就好，非常感谢。多谢两位，终于这下清单上的事项就全部完成了，请让我来做最后的准备，我们第二天在这里见吧，到时候就可以开始最后的庆典了。